向阳儿童剧团办理免费课程，包括有国语正音、台语文、乌克丽丽、微基等等。目前正在招生，欢迎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学生来报名参加。向阳儿童剧团的公益课程各开始招生，课程内容有正音班、台语班、微基班等等多元的课程。不管是在静态的活动，或是在动态的活动方面哈，我们尽量都来满足我们这些哈。小朋友哈，让他们除了就是说哈，不用烦恼经济上的一个问题哈，可以在我们暑假这个期间哈，积极的来辅导他们。我们这一次呢，特别感谢邱廷卫给我们赞助，所以我们有开太鼓、乌克丽丽、正音班，还有围棋跟闽南语课程。向阳儿童剧团为了尽社会公益责任，招收对象主要以经济弱势者为主。我们是锁定九大族群，因为，其实现在经济弱势的人很多，那我们希望另外给小朋友一个让他们能够学习才艺的机会，然后也可以充实他们的暑假生活。报名时间从现在开始到六月底为止，详细开课时间会使敲电话询问，欢迎国小一年到六年学生报名参加。记者新竹台华三中蔡宏报道。